大家聊一下护具方面的问题哈。如果说纯新手，如果你还是纯新手的话，我看到现在很多人带这个小乌龟啊，或者是各种这个屁股垫啊，包括护膝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关注的就是新手朋友啊，就是这个护肘，在比较冰的一天啊，这个护肘是还是挺重要的。对，整个你新手阶段就是在换刃不熟练还在卡刃的阶段的话，护肘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然后呢，随着你这个技术上升，你不能整天带着小乌龟嘛，实在太引人注目了哈。下一步呢，你就开始要带就是说内置的一些护具了。我现在的话哈，如果说我今天确认要玩 park， 特别是玩这个练道具的话，我会带护膝和护臀。如果说大家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阶段，然后那天比较冰的话，其实护肘也是可以考虑的哈。OK， 至于这两种护具怎么购买呢？北美这边真的是对防护非常不重视啊，我觉得，基本上只有 Burton 的一家做那个 G-Form 的那个护具啊。其实呢，那个呢只能防，强冲击，因为它可以看到那个软垫，它那个就是防撞的那个垫子就一点点啊，然后也比较硬的哈，肯定达不到一个就是说你摔了以后完全不疼的这种效果啊，基本上还是防一个就是尾骨断裂啊。这里呢建议呢，我现在护膝是带的就是自行车的这个单跳的护具，对，这个护膝还是非常包裹性啊、透气性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呢，我的护臀的话，我还是多年前在国内迪卡侬买的一个护臀啊，基本上也是一个防尾骨断裂的，其他地方不是特别多吧。不能期望说我学滑雪，我完全屁股都不摔轻啊，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还是一个初级阶段的话，你要么就带小乌龟，如果说不想完全摔屁股的话，大家如果摔倒以后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前刃拥抱大地啊，后刃要躺平，这种摔法的话，我建议呢大家这个护肘啊、护膝啊，这个都是要搞起来的哈。至于护胸、护肩、护背的话，我一般来说是不会带的，因为我还没怎么这么摔过，就是说我基本上现在还是会摔的嘛，但是呢根据大家的这个需求就可以穿一下吧。篮板最怕两件事情，一个是平坡，还有一个就是卡刃了。卡刃呢这个事情会一直伴随你的单板生涯的，到后期呢也会卡刃，但是会少得多啊。像我如果说一天的话，可能会卡个一次吧。对，当然是因为我乱跳啊。如果说你正常滑的话，几乎不会卡刃了吧。然后呢卡刃摔起来不会那么疼了吧。对，因为会摔了吧。我现在卡刃比较多的时候呢是玩平花的时候。对，那个的话，这个你既然玩平花了，最好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嘛。OK， 新手卡刃的话呢，我觉得哈，首先为什么会卡刃啊？你的板啊在往侧向有速度的时候，然后呢你要么就是不在某一个刃上面，或者呢就是说你踩错刃了，对，这样就会卡刃。所以说呢怎么避免这个事情呢？那我们就需要在刃上面踩稳了。怎么在刃上踩稳呢？我发现很多新手嘛，朋友们基本上就是前刃啊后刃的话就是不干脆，
转的不干脆，或者说是转弯时机不对，或者说腿基本上是直的，甚至就是靠上身的俯仰来做这个压刃的哈。所以说会造成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说它往下蹭的多一些然后呢往两边滑的不多。首先大家要明白概率，就是我们这个换刃啊是在拐弯，对不对？拐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我们是要往左边往右边走的，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前刃无论是前刃还是后刃的话，我们要尽量避免就是横板往下就是呲溜，对，那个的话其实起不到什么减速效果哈。我们的减速呢其实是在这个弯的过程中完成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大家这个头啊，我建议呢就是说一定首先要视线引导，就是说你头呢比如说前刃的时候不要再去看山上了，然后呢后刃的话也不要再去看山下了。建议呢大家就是说多练这个 traversing， 就是横切，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个什么好处呢？首先就是接触到雪的是哪里？是我们的板头，对不对？我们永远是板头，因为我们是在拐弯嘛，我们是横切过去嘛，所以说我们板头会先碰到雪。那板头因为是两边是翘起来的，所以说它不会卡刃嘛，对。如果说我们只是两个板横在那边往下蹭的话，那样就很容易卡刃。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板的前刃，无论是前刃还是后刃，都是有刃的嘛。这样子往下蹭的话，首先接触到雪的可能是这个前刃或者后刃嘛。那这样的话，如果说你前刃后刃的压力不足的话，那就很容易，比如说甚至于碰到一个什么雪包的话，就会被卡到嘛。我觉得大部分人之所以拐弯效果不明显啊，就是说因为他在刃上的压力还不足，他腿是直的，或者说是这个身体是倾倒的。中规照矩呢，就是说你把你重心要压在你现在所处的刃上面。比如说你前刃的话，哎，我们这个重心的核心在什么地方？就是在这个屁股这边嘛，对不对？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肚脐，对不对，移到这个前刃或者是前刃的前面了，那我们的这个重心算是真正转过来，是算是真正的压到前刃了。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肚脐把我们的屁股转移到后刃上面，那我们这就是到后刃上去了。我看很多新手朋友在新手道练习哈，后刃犹犹豫犹犹豫犹犹豫，就犹豫了，都犹豫了半个坡，然后好不容易转了一个前刃，然后转完前刃以后呢，犹犹豫犹犹豫又转了后刃去，然后后刃再犹豫就滑到底了。所以说他这个整个这个坡啊，整个这个新手坡啊，他就换了一次前刃，就练了一次前刃。所以说这个练习效率我觉得实在是太低了哈。我建议新手朋友呢，就是说还是要练前刃刹车，或者是多练几个后刃刹车。把胆打直以后，一定要把自己的核心，就是把你的肚脐和屁股移回到板的中央。我们要换前刃了，我们再把我们的核心压到这个前刃上去。时间不用长，大家不用说啊，我冲坡我要冲个好几秒。其实只要你做出这个直板的动作来，咱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控速了。觉得如果说就是把这个两个拆开练习的话，咱们在比如说一个坡上面前刃，如果说从坡的最右边滑到最左边的话，直走前刃，直走前刃，直走前刃，一直到坡的最右边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练至少十个前刃吧，再换成后刃，然后再直走搓，直走搓，直走搓，对。我觉得如果说照这样练习的话，你在两个小时内就是说掌握这个前刃后刃的这个重心的转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后刃呢最终是一个抬脚尖，膝盖向前弯，然后呢屁股往后刃上坐的一个蹲马步的这种感觉哈。然后呢你会感到脚跟上有十足的压力。然后前刃呢今后呢是一个你的这个肚子往前挺一点，然后呢膝盖往前弯，也是压鞋子的。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后期需要调一些这个固定器的 forward lean 啊，让我们脚时刻处于一个前倾的状态，对，这样子的话对滑行这个起这个 true performance 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哈。还有一个很好的 tips 呢，就是说如果说大家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滑的是怎么样子的啊，有些人就是说哇那站得笔直，但是他不感觉，他说哎我弯膝盖了呀，我弯腰了呀，对，然后让朋友拍一下就知道你有站得有多直了，那个腿啊简直我靠。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大家加油。